电话接住。那个跟老乡走走那个温柔的路线。好吧。慢慢说话。好的。学我。好的。啊。不过可以正好介绍一下，铁柱是做木匠的。啊、你看你是刮大白的，正好可以合包工程啊。你们是嘎嘎这么刮，我们是嘎嘎这么凿。都得嘎嘎的呗。对，都得咔咔的。那活更辛苦。也行吧，要不能这么黑吗？挣钱。你还行啊。哎呀，一说挣钱，你看这姑娘这眼睛。铁柱大概能挣多少钱呢？一个月？一月一万多块钱呗。哟，不是阿炳在这呢，你问阿炳就知道了。木匠一天多钱？啊，一个月多钱？十号阿炳是木匠的包工头。啊、我比他挣的多。老板，你这钱开太多了，木匠挣一万多呢。一个月一万来块钱，对于他来说，那不稀松平常的事吗？啊、哦！妈呀，阿炳，老板派头起来了。是。那是、木匠随随便便都一万多，这木匠老板得多少啊？看看情况呗，有每月两万来块钱，三万来块钱不一定。啊，哥，你那儿缺人不？缺呀、啊。给我整去呗，我多挣点儿。也行啊。姑娘，咱不是找工作，咱找对象。你说他缺不缺人？他现在他女朋友就缺人。对。啊，又跑偏了。对，你别一说挣钱吧，这姑娘挖门盗洞的去挣啊。你先把对象找明白了，你等真找着对象了，有家了，挣钱的活交给男人去挣，对不对？